父亲、母亲，您的嫡孙已行过剪发之礼，就要为他命名了。母亲，其官事恭请夫君为儿赐名。孔丘希望我儿成为知礼之人，赐名为孔丘。君上闻你喜得贵子，念你至孝尊礼，并以好学闻名国内，故而恩赐礼于一尾，以示庆贺。孔丘叩谢君上大恩。孔丘，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永安。为了铭记君上的恩德，命名为礼，成人之后赐字伯鱼。这是我。这是我。不对，是我。不，这是我。你真笨，这是孔鲤，是我。你才笨呢！你笨，这是孔饶，是我，是孔鲤，就不给，这是我，就不给，不给，给我嘛！饶儿，好孩子，饶儿不哭啊，饶儿，哦，要鱼，好孩子不哭，你听，父亲在弹琴呢，好孩子不哭啊。Thank you.
掌握了这支曲子的弹奏技巧，可以学新的曲子了。我觉得这首乐曲不同于以往所学。为什么？此曲精深玄妙，非同一般。哦，当然，我只觉得精妙，却说不清楚。你的感觉十分准确。来，我告诉你。哦，不，乐师，我虽然已经掌握了此曲的弹奏技巧，但尚未领悟到其中的志趣神韵。先不学新的曲子，可以吗？你想自己领悟此曲的志趣神韵？我想试试看。那好吧，十天之后我来听你弹奏。仲尼、冉庚他们来了。哦，快请他们进来。老夫告辞了。乐师，哦，仲尼兄，请你们稍等。请坐吧。哦，好。你们来是有事情吗？你教我们六艺有半年多了，这些东西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你们喜欢学艺，我应该帮助你们，朋友之间用不着这样。仲尼兄，正因为是朋友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互相帮助。是啊，再说你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。仲尼兄，像我们这样的人能有从学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，除了你还有谁愿意教我们呢？所以你不仅仅是我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夫子。谢谢，请坐。你们的心情我能够理解，我们依然只是朋友，因为我还不具备做夫子的资格。可是国人们都在称赞你的学问广博精深呢。我只是掌握了一些该学的知识，离广博精深还差得很远。况且一个人要真正的为人师表，仅有知识学问不行，还需要有完美的人格。哦，完美的人格应该如何理解？温良恭俭让，忠贞仁义孝悌，简言之也就是君子之德。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美德？诗书礼乐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良好的品性，但是必须学以致用，也就是说学习知识与学习做人二者不可分割。仲尼兄，你的学问与人格已达到君子境界，故而国人们称你为孔子。四海之内也有许多人称仲尼兄精通礼乐，令人不能理解的是鲁国为什么不能重用你。啊，我们不谈这件事，还是谈别的吧。仲尼兄，你方才所学的是什么乐曲啊？我也不知其名。你也不知？
是的，我还没有领悟到它的志趣神韵。你的意思，如果能悟到乐曲中的志趣神韵，便可得知曲名吗？曲名也许悟不出来，但对作乐者的为人风貌，或许能有所领悟吧。琴声告诉我，你已经领悟到此曲的志趣神韵了。可是，我还没领悟到作乐者的为人风貌。知道你的来意，可是那首乐曲并非我所作，那位作乐者的德行天下称颂，胸怀宽容四海，功德大于高山，他为我华夏之族开辟了昌盛的乐路。莫非你已经悟出了作乐者的为人风貌？是的，这首乐曲中蕴含着安定天下的远大志向，流溢出尊贤爱民的美好品德。此曲除非周文王，还有谁能做得出呢？此曲正是周文王所作，名曰《文王操》。一曲文王操令老夫明白了，仲尼何以能够博学多才。乐师过奖了，人若能将华夏的礼乐典籍尽皆掌握，取其精华并加以丰富，才可称得上博学。人若能像文王周公那样使天下太平昌盛，方可称得上多才。我没料到仲尼竟有如此远大的志向。乐师，孔丘每学会一首新曲，总愿与人合奏共吟，不知乐师愿和孔丘同奏吗？好。
齐国国君与上卿大夫晏婴此次来访，是因为晋国的缘故。晋国是中原大国，又与鲁国同姓，寡人不想因为齐国而得罪晋国。齐国是东方大国，土地辽阔，兵车众多，寡人也不能得罪齐国，因此迎接齐军的仪式必须周到精彩，既不失礼于齐国君臣，又不能让他们轻视鲁国。各位大夫，你们认为何人主持迎接齐军的礼仪最为合适呢？君上，依照惯例，迎宾之礼应由上卿大夫主持，臣下以为季孙大夫主持最为合适。季孙大夫虽能统领国家半数兵车，然而对礼仪未必精通吧。事情还没有做，你怎么能如此断言呢？君上，一如主持迎军之礼，绝不会出半点差错。我看未必。我是对礼仪不甚精通，可我懂得怎样用人。难道我不能请一个精通礼仪的人吗？你是说孔丘？一个布衣之人与你一起主持礼仪。君上，君上，臣以为，臣下认为应该由季孙大夫主持迎宾之礼。君上，君上，君上，应该由季孙大夫主持礼仪。好了，君上，君上，君上，大夫，不要再争执了。好吧，迎接齐军的礼仪就委托季孙大夫。你又想什么呢？天生我材，必有大用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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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国大夫季孙玉儒奉寡君之命迎接齐国国君。齐国大夫晏婴奉寡君之命向鲁国国君致谢。嗯嗯，贵宾远道而来，薄礼不成敬意。贵国一片盛情，礼轻难表谢意。请齐国君上进城。哦，此刻进城多有相扰，还是落日之后再进城吧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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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既然贵国如此热情相邀，只身贵地只好遵从主人的安排，相扰之处还望多多担待。请请。小鸟想飞了。仲尼兄，仲尼兄，仲尼兄，齐国君臣已被迎进都城，正在宾舍里更衣呢。入城时礼仪如何？与平日演练的一样。太妙了。
文王之事是告诫子孙牢记文王之德，伐木之事是寻求朋友，这粮食十月安排得好。好啊，不仅齐国的君臣没见过，就连鲁国的大夫们也说许多年没见过这么精彩的礼仪了，他们走出太庙时一个个赞不绝口。可惜的是，这场礼仪的设计者却不能露面。这没什么，只要能使人们看到符合周礼的仪式，并能从中感受到美好的情感和祭月的力量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况且我不是朝中大夫，不参加迎宾之礼也是合于礼的。好了，该用饭了。孔丘，孔丘，这次你可出了大名了，君上请你进宫。孔丘，齐国国君与各位来访的大夫想要见见你，问到什么你直说就是了。是。你走近一些。请齐国君上原谅孔丘，区区不宜草野之人理应在此。你看，你再近一些。谢君上恩赐。寡人在齐国便听说你博学多才，对礼乐尤为精通，不知学于何人呢？孔丘，学无常师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学无常师，三人行其中必有我师，燕上卿此话如何？哦，好极了，学无常师必会博采众长，十月他山之时可以攻玉啊。孔丘，既然你精通礼乐，寡人问你，礼乐对社稷的安危兴衰有什么作用啊？孔丘怕是说不好。你怎样认为就怎样说，即便错了也不会怪罪于你。是。孔丘认为先君治理是为了建立天下的秩序，让臣民习惯于有秩序的生活，并感受到唯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快乐，同时为了使快乐不受到压制，能及时地通过动作声音表述出来，又制作了乐。因此礼乐之中通贯着人情，礼的仪式虽有种种不同，其目的应当是为了使人相敬相安。
乐的歌舞虽有种种不同，其目的是为了使人相爱相助。礼的性能在于区别，乐的性能在于融合。学礼能够明辨君臣之分，长幼之位，区别父子兄弟，男女之亲。学乐可使人的性情和谐愉快，使人的性格宽厚刚韧。臣民百姓若都能接受礼乐之教化陶冶，各自的行为自然会遵守规范，政令赏罚才能真正起到统一民心、惩恶扬善的作用。所以礼乐不兴，则政令刑罚不重，政令刑罚不重，则社稷的安危兴衰就无法保证。因此礼乐于社稷的安危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寡人再问你一事。西方秦国地处偏僻，原本是罪而小邦，可是秦穆公为什么能够称霸于西方呢？秦国虽小，其志向远大，疆土虽偏僻，却能够以忠正之策治国，选贤举能，重才善任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故而能够称霸。如此说来，秦国的兴盛并非是礼乐所致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礼乐对于国家的兴盛衰弱并非像你刚才所论的那样至关重要，对吗？不，选贤举能和重才善任正是周文王的主张，周公治理作乐是为了维护文王之道，因此秦国所为实际是遵循着礼乐而行事。依照你的见解，礼乐、政令、刑罚四位一体，使他们都能发挥作用而又互不冲突，这就是治理国家的上策了。是的，这叫做宽猛相济。重要的是宽与猛的实施不可偏离，而礼乐恰恰可以帮助执政者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分寸。说得对。孔丘，你有多大年龄了？30。你的学问已经超过了你的年龄，更超过了你的地位。孔丘去我们齐国如何？这恐怕不妥吧。鲁国也需要这样的人才。父亲，怎么样？成了。既然都认为孔丘人才难得，就应该委以重任。先祖立的规矩怎能随便改动呢？我鲁国重臣向来是父子相继，代代相传息。孔丘以布衣之事，如果认为鲁国重臣不妥吧？作为人才，孔丘实为难得，如不能重用，国人也会指责我们违背先祖之训，不能选贤举能。选贤举能固然重要，我鲁国自建国以来，一向不用外姓人作为重臣。否则先君创下的基业就要落入他人之手。当今不少国家都在启用那些具有真才实能的外姓人，当年齐桓公用管仲，国家不仅没有落入他人之手，反而成为雄踞东方的霸主，这又该如何解释呢？齐国是齐国，鲁国是鲁国，我们三家既然负有辅佐君上的使命，理应为国家的事情提出自己的主张。君上，你说呢？重用孔丘也许不妥，
孔丘。往后你想如何呢？纪大夫说，如果你同意，可以去做他的家臣。我杨虎知道你志向宏大，才能超群，为此我从看不起你到今天敬佩你。可你想过没有，在鲁国想要成就大事，只有依靠纪大夫。以他为首的三家左右着鲁国的一举一动，国君尚且听任他的摆布，何况孔丘你一个布衣呢？孔丘，我杨虎不信为上者永远为上，在下者永远在下的说法。可我认为，做人为了求乎其上，必要时先得委屈在下。做纪大夫家臣之事，望你三思。定了以后，就去找我。父亲在看太阳。仲尼兄，你不要太难过了。仲尼兄，君上不招你做大夫，你可以设坛为教嘛，造就一批有才能的弟子，就会引起天下对仲尼兄的重视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再会轻视你了。仲尼兄，我们商量过了，想拜你为师，做你的弟子。仲尼兄，天生大才必有其用，可不是用来看太阳的。仲爹，你看这太阳温暖人间多好啊。早上太阳近，中午的太阳近。早晨太阳比中午大，早晨的近。不，中午的太阳比早晨热，中午近。早晨近。中午的太阳近，早上的近，中午的近，中午的太阳热，中午的近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争了。许许多多事情就像这太阳一样说不清楚，因此需要更加勤奋的学习思悟。太阳离我们的远近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它始终存在着并散发出光和热。